生命树，供应新鲜又丰富，他就是万有内住的基督，借着主化作我们事物。我们吃他并喝他，天天享受他，做我们内在元素，得以像他并活他，同来彰显他，好成为他活的建筑，有福生别的心生别的心，有子复活的生命，加上灵无方变化并作工，步步进入荣耀中。在你身给需要的人，做他们的